好，要来关心的就是在万丹一样，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了惊险的车祸，一部水泥的预拌车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擦撞到了机车，连车带人一路的拖行，还好骑士呢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，但是沿途都喷出了火花，画面相当惊人。机车超车后一路直行，结果同方向的预拌混凝土车从内线切到外线时发生擦撞，机车连人带车被拖行好几公尺远，一路摩擦地面喷出火花。擦撞之后就到那边倒掉了，倒掉之后后面人有对啊，对啊，就关在那倒出力啊。附近民众还有经过的人车纷纷停下来协助将倒地的骑士搀扶到路旁，还好他惊险躲过车底受到轻伤。他是擦撞，那个机车骑士有人有没有怎么样？人是有点受伤了，空气的一个挺害怕的。车祸发生在万丹乡大昌路，疑似混凝土车有视觉死角，发生擦撞后肇事车辆过了路口才停下来。双方九车值均为零，本所在此呼吁大型车及连接车视线较差，机车请尽量保持间隔及距离。车祸惊悚一瞬间也再度提醒民众，遇到大型车辆多加注意才能确保安全。记者林安平屏东报道。